好，我是 Vicky 安娜 ，Hello。我们现在来闯关了哦，这是姐姐照顾 baby 的影片游戏。好，首先要一个娃娃，按这个，按姐姐。好，按一下姐姐。完成，照顾好 baby 了。哦，他怎么把娃娃丢到地上？哎，姐姐，啊，那个玩具坏掉了，那需要做成玩具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我们需要一个奶嘴，对 baby 加闭嘴。姐姐怎么啦？我们来做东西。好，现在姐姐来做实验咯。姐姐又哭了，又需要奶嘴了，怎么办？好，他把纽扣塞到瓶子里面去，然后再把那个瓶盖盖好，这样就可以完成一个不错的东西咯。再拿胶带给它缠起来，应该不错。哇哦，好，好，再把那个玩具拿给他。哦，是要给 baby 啊。OK。妈妈咻直接就回来啊。妈妈说，那她要出门咯。妈妈要 baby， 把 baby 给妈妈。啊，吃水果。怎样吃到坏掉的水果了？他叫妈妈过来，妈妈咻过来，怎么啦？他说有血在水果上面呢，怎么这样？那样呢？给妈妈看一下。哦，有一个问题，让我们找找看吧。要 baby 站在中间，好，我们去吧 ，Go。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我们要婴儿车，给妈妈，把 baby 放在婴儿车上面，然后顺便把有带血的苹果给那个姐姐。来去医院吗？咚咚咚咚。第二关，哇，要做检查了。嗨，嗨，他们有一个小小的问题，好多东西哦， okay. 看起来要弄很久哦。有一些好像不用。小 baby 呢？小 baby 的问题，小 baby OK 吗？妈妈，坐着吧。嗨。现在护士小姐要开始来看小 baby 叫麦特，给他一个围兜兜。好，现在需要上面那个照灯的，然后需要一个开牙器，小 baby 的开牙器。要拿去玩。他需要一个小牛。给他吧，这样他就会开心一点点。好，这时候用开牙器张开他的嘴巴啊！啊，他都变这样了，你需要温度计。温度计在哪里？量一下体温。
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小 baby， 好，沾水，然后去擦一下，擦一下嘴巴，擦一下嘴巴，牙膏，牙膏在这边。该不会要到了刷牙的时间了吧？OK， 啊，终于要来到看牙齿的时间了，洗牙。然后再这个，看起来这个好像很痛。一样啦，再把那拿下来吧，放着。OK， 好像不错哦，可以把灯关掉了，应该差不多要换姐姐了吧？告诉妈妈。好了，麦特的好了。去拿儿童书给北鼻，给妈妈。妈妈拿到了一个牙医的手册。好，他会照做的，应该是吧。应该差不多要换姐姐第三关，姐姐不甘愿哦。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有血在苹果上面。医生看一下那个血苹果。医生一看就知道啊，医生检查一下啊。好，医生看完之后把血苹果丢到垃圾桶去，他需要围兜兜。然后开灯，然后他要戴他的牙套了。然后再来一个牙刷的，检查一下。他牙齿流血了耶！恐怖，应该很痛哦。好，牙套可以拿下来。接下来需要动手术咯，告诉妈妈。我跟你说啊，要照一下 X 光，因为他牙齿流血了 ，X 光呢。OK， 妈妈说好啊，好，你需要这个东西，给 baby 固定一下，然后拿雷射枪过来吧，妞，照好了哦，长这样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把这拿下来，放着。好，可以关灯了，看看是怎样子。好，把这个 X 光片拿起来吧。No。给护士小姐。护士小姐说，问题应该是在牙龈上面。Baby， 你怎么了？不要担心，医生会帮你治好的，知道吗？妈妈，这样就好了吧？啊，手，护士小姐需要电话。好，带一个那个小孩子的水吧。
哦，你看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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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应该差不多就好了吧？都已经起来了，把杯子拿下来吧，胖子，你不要担心，很快就会好喽。好喽，那就玩到这边喽。那我们就要说什么？谢谢大家。